出发了啊，去吃个中饭。早上打电话给那个 T-Time 那个店呢，他说还得排队哦，还得排。然后呢，我就等一下吧，等我们吃完饭再过去看要不要排队吧。如果排的话，那我们就去拉萨吧哈。拉萨的天吧。他推个模要两个小时的。正好把那个，正好去昨天那个超市附近吃饭，给你把那个手机那个膜贴一贴。你的现在还在那个保质期范围内，还可以免费再贴一次。走吧。哎呀，大白，干啥呀？又是阴沉沉的天气。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那才会很舒服。太阳没那么晒。它太阳是时出时隐，对不对？这样也挺好。哇，快！时间啊，哦，红绿灯，还是停在这个老地方。刚昨天刚弄完，今天再继续逛一逛，还是有漏买的东西哈。看见没有？这里有一个护城河啊。哎，那个有牛羊肉，要不要去看？牛羊肉啊？那行，等我们走的时候去看一下。对面有那个牛羊肉，感觉挺新鲜的样子。超市都没有牛羊肉哈。超市没有，超市只有土猪肉。现在我们吃一下这个成都小吃吧，成都小吃，一个担担面，鳗鱼的鸡丝凉面，配了两个小萝卜，给了一个兔头，再给鳗鱼那个小甜品，糍粑凉粉，糍粑冰粉，冰粉看着不错，还可以，感觉到了，又回到了成都一样，对，好冰哦，这面都是。哇，这大份的面呢，感觉这个有点辣、再给你吧，换着吃，来开吃吧，你要吃兔头吧，你吃不吃？没有吃过，你吃不吃？不怎么吃，这边生意还挺好的，我发现这边人也好喜欢吃辣，我觉得有点被辣到了，兔头吃不吃？麻辣兔头到了，来，你吃吧，吃点这个过过嘴巴。吐舌头。还可以啊。还可以啊。这兔子肯定从成都来的。成都来的。吃完饭我们出来了，哇，这边的天气变得好快哦，刚刚还蓝天呢，你看这边一边出着蓝天一边下雨啊，真的是挺奇怪的。这边刚好有一个华为售后啊，把鳗鱼这个手机膜给它重新贴一下。这个曲面屏呢，就是在外面贴的话还挺贵的，到这个售后贴的话免费。不是贴膜。什么手机？华为 P40 贴膜。这个膜没 P40 Pro 的膜贴完了没有？一张都没有。喂。啊？都贴完了。下周周末才有到货，你确定一张都没有？一张都没有。你带的。哎，说。哦，好吧。没有。哎呀，今天又不走运啊，又下雨了都，还没电。没电的话，这个超市你看这些地方都没有电啊，都没有电。手机膜也贴不成，汽车膜也不好贴啊，我跟你讲。人家这个纹身房车不错哦，移动的工作室啊。无疤痕洗纹身，专门的一个。对吧，拿来纹身的一个房车可以哈，可以哈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看卖冰淇淋的，纹身的，什么还有那种，我上次还看到一个专门拿来行医的。好了，既然没电的话，那我们就走吧，给你纹一个，纹一条鱼上去。走，好吧，走啊，纹一条鱼。算了，纹身的话不好。我们要回来啦，大白，在干啥呀？啊？哎呦，掉娃娃，掉娃娃呢！哎呀，还车里舒服。走啊！走。去看看能不能贴膜，不能贴膜我们就走了。不用看了，贴不了，走了。哼，我还没有开过切签呢。走。这样子按的是吧？啥时候给我开切签啊？好，一年都过去了，是不是阿白？阿白，嗨，阿白是不是？阿白也想开，
对不对？走了走了走了，今天那个林芝啊停电啊，停电那我们就走了，超市也没逛了，膜也没贴好，还是去拉萨吧，去拉萨再把这个事情解决吧。走，膜也不去看了，不看了，走了。刚刚在加油站把油加满了，加了55.4升，380，这边6.86块的柴油价，这边加油的人还蛮多的。继续行驶4.5公里。算一下这个油耗，我感觉这个油耗好像稍微的降低那么一点。我现在每次都给它清零一下，上次一共是加了55.4升，然后呢，一共是跑了除以55.4除以一个356.4，耶。嗯，15.5个油，看起来还可以，呵呵，走吧，再满油出发，再给它归零一下，养成这个习惯，呵呵。我们上了这个林拉公路了，林拉高速，终于上高速了。我看人家航拍的很漂亮啊，林拉公路。这边隧道比较少，我们等到前面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航拍好不好看，看一下有没有哪里能航拍一下。拉公路，下雨了。哦，现在这水比较少啊。有限速40拍照。没有水了。免费的啊，要高速。免费的高速，380公里就可以到拉萨了。靠右行驶。今天开到拉萨吗？可以啊。老徐要做一回急行军。我觉得开不到。我也觉得。前面那个大桥是这个风景还挺美的哈、啊、这里应该是林拉高速比较美的一段了，这个路呢两边都是水啊，哎，前面有个服务区，我们可以停下来看一下，挺美的。And the blood will dryUnderneath my nails, and the wind will rise up to fill my sails. So you can down and you can hang, but I know no matter what it takes, I'm coming home. I'm coming home. Tell.哇，走着走着就下大雨了。这边林拉高速上，这个雨量也是挺惊人的，特别大。外面风还刮的也特别大，又刮风又下雨的。你不能开那么快了，这雨量下的可以啊。感觉都有积水了一样的。这个服务区过夜了，果然呢，曼云说的对，我这速度肯定看不到拉萨的。这边是叫金达服务区，曼云到这边卫生间里上个卫生间，我们在这边再撒一下，在大巴车上放风一下。哇，这个风还挺大的呢，看一下周边，这周边这个山云里雾里的啊，哇，每天最开心的大白，大白出来就是最开心的，是吧？哎呦，先找鳗鱼去。哇、哦，拓展一开，立马就敞亮了。敞亮了。敞亮就想想晚上吃啥，在外面吃了两顿，感觉有点飘了，不知道晚上吃啥了。
感觉冰箱囤满也不知道吃啥，昨天反而东西没有了，昨天还更知道吃啥。小白菜啊，青菜。行，那就吃小白菜。小白菜，番茄。番茄。在高原上吃的东西会比较单调一些。番茄拌汤。哎，这个榴莲还没熟，是不是不应该放冰箱啊？榴莲，你百度一下。怎么样才能熟啊？对，怎么样熟得快？还要吃什么？你想吃啥？白菜要不要？白菜有这个青菜了，不用了。行了，就随便吃一点吧。拌汤。嗯。那个番茄拌汤。嗯。这在新疆那么多，才2块钱。突然才发现，这个青岛才两块钱哈。好便宜哦，在西藏能买这么便宜的。那我们买了那么多东西，怎么花了1000块钱呢？问你要买了啥？有的便宜，有的贵嘛。